好了，美国呢快要圣诞节了，那临近圣诞节，今天中午利用上班吃饭时间呢，和我的朋友来一起开试客圣诞之前的一些物品吧。那 Victor， 你平时一个月大概来 Costco 几次？每个礼拜都来。每个礼拜都来的，每个礼拜都来一次，至少来一次。每一次平均大概要花费多少钱？每一次来的话都是要200以上。200块钱？200块。啊，就是一个月300-800。对，800块钱。然后你是一家四口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啊，在美国就这样了。你这里的东西200块钱都可以 cover 了吗？还是你还是需要去其他超市去买其他东西的？还是要去其他超市啊，其他的有些中国超市买一些其他的菜啊。还是需要。这边主要是买一些那种，比如说牛奶啊。牛奶。对不对？还有一些家庭用品。面包啊，什么 yogurt 啊，就是那种奶制品、啊。奶制品。还有一些牛肉啊。牛肉。对。肉类。水果也。水果。水果。嗯。衣服也会买一点。衣服也会买。然后。一些其他的食物，什么饮料也是在这边买。饮料也会在这边买。哦，买了什么？啊？圣诞的。是什么 ？Truffle 巧克力。哦，巧克力，礼物是吧？对，圣诞节礼物。多少钱啊？这个6.9块。6.9块。这里面是巧克力是不是？松露巧克力。啊，还可以。减三块钱。你怎么还买了炒锅呀？这个炒锅现在39，减10块，29。29块钱。有两个。啊。两件套。两件套的。那还挺便宜的。对。啊，这是杯子，39块钱，还有两个。开试客呢，在我们这边这个城市哦，就圣何塞这边呢，有好像3-4家吧，还挺多的，很多地区附近呢都会有开试客，所以也是住在美国很多人喜欢来的一个超市啊，也还挺大的。之前也有跟大家拍过关于开试客的视频，它这个地方主要是。给一些就是家庭成员比较多的人来购物的，因为它里面的东西呢都是一买呢都是需要买一套啊，比较多的，像这酒你看就要4瓶一买，29块钱。哦，它这个还挺漂亮的，而且才29啊。它是用木箱。不是吧，99。二十九是这个啊。99是有6箱，有六瓶啊，这是4瓶的，29，这么便宜啊？嗯，这29啊，那超便宜的，看上去很漂亮啊。对，这个送人啊什么的。嗯，这还可能还是 Napa 这边的，对不对 ？Napa 的，哎，这是法国的。哦，法国的还是法国的？这是波尔多红酒啊，波尔多。哦，波尔多的，嗯，法国的，不错不错。29。那还挺便宜的哈。对，刚才说到这个为什么要来 Costco 这边买东西啊，因为它这边呢都是以量取胜，就是你越买的越多这边越便宜，好处就是便宜，坏处呢就是你要买的东西就要买一大堆，你如果家里成员多，或者是你可以送给你朋友啊，或者跟你朋友分摊的话，我觉得还算是不错的，就有时候你买一大堆水果，就是你要买水果，你要买一盘水果啊，就10-20个。那如果你可以把这个水果跟你朋友，如果到时候分摊呢，那就比较合算了。哎，我喜欢这个按摩仪，5999 ，Victor， 来一个。这电动牙刷
99两个。这个是飞利浦的，稍微好一点的，149两个。Yeah, 啊，这也是飞利浦的，可能不同型号，那个比较强一点。这个99两个。这个更便宜的飞利浦被人家买光了，39两个。篮子？衣服篮子？啊。多少钱？十块钱啊。十块钱。为什么可以这样折叠的？它中间是用硬胶的。哦，硬胶的。你看这边的笔哦，这么多，这么多笔，十块钱，非常便宜，我觉得。所以你要。要四十支笔，要多，就是你要家里有人多，或者是你可以跟朋友分享，我觉得四十支这个价格就非常吸引人了。圆珠笔40支，40支圆珠笔，对，十块，超级便宜。对，但是如果你自己用的话，你不可能用得了这么多，十块钱。对，你看这种信封也是的，500个，500个信封，24块钱，没有8块钱。啊，8块，这是40这个胶，这个是胶的哦。你看那上面，哇，500个信封，这么便宜啊！500个信封，8再减价，减2块钱，899，哇，超便宜的。你看它这个款式啊，就像那种仓库一样的，批发的感觉，那种感觉哈。你看这两个保温杯，两个，下面还有带开瓶器的，嗯，9.99。九块太便宜了，嗯，两个保温的，对，这个牌子也是不错的 ，Coleman， 也是一个做 camping 的牌子，是，才9块钱啊，两个，5块钱一个，这个是国内应该比较有名字，叫什么上摩斯嘛，上摩斯，对，这个两个也是保温杯，15块，哇，这么便宜，嗯。这个我之前在外面好像买过，一个都要20到30，二十到三十，一个来它这里2个15块，哦，我天哪，这个也太便宜了，这个。这种更高级一点的两个就21块，嗯，你看它就比较高级一点的。有盖子，有吸管，对，也是保温的。太便宜了，这个。咖啡机嘛，咖啡机99，嗯，对，就用那种咖啡那个一只咖啡机是吧？咖啡机，嗯，那也很便宜啊，这个、我觉得。这是一个，虽然也是个比较拍手的牌子。对啊，那牌子也不错啊。可是你，哇，现在的减价，它有35块钱的减价，99，看上去不错啊，这个咖啡机。是什么烤炉199也挺便宜的，榨汁机59，哎，对对，哇，这个榨汁机怎么这么便宜啊，哇，再减价，这个好像看上去也不错，直接把东西放进去，不是像有些榨汁机非常难洗哦，这个你看59超便宜了，我觉得。我之前买了一个，我家也有一个300-400呢。对啊，这个好便宜，这个。这个199，好一点的可以榨所有的东西。看这里，牌子好一点。这个好牌子，你们会有吗？啊，对。多少的？这个就是我家的那个。嗯，我家的 Vitamix， 我家的就是这个榨汁机。现在圣诞节哇，连只减100，199。天哪，几件套？你看，我买的时候就是399。我看，你看一套，哎呀，像他这个只能给你最每一个人，一个人买一个，只能买一个人，对，最高拿两个，对。怕你再往上去又把它卖掉了。
每一个会员翻卖了，不好意思，每一个会员两个，对，只能让你限购了，这太便宜了，这个。好了，我们再来到这里，还有一些名贵酒，其实还好，200多块钱也不算名贵吧。中国的茅台，但是它，你看它把这些放在这个玻璃里面，肯定不是便宜的东西。茅台一般便宜的 Costco 便宜的都会放在外面，对不对？你看它把锁起来，应该算是贵的。哦，在这边还有茅台啊。茅台是放在外面吗？是的，它这边是这不是正宗的茅台吧？是贵州茅台，但是它不是，它是另外一种品牌，就是另外一个牌子的酒，叫茅台纯。哦，对啊，应该是，但是它也有这个，就是有就茅台公司出的，但是不是我们知道的那个名贵的茅台，对不对？对，不是太懂酒，但是应该不是了，它放在外面的。它现在以前还有这个真正的这个茅台也有。哦，但是这次没有卖。这个54块钱茅台，这个茅台应该算是54块人民币的话多少？300-400块钱。哦，这一排全部都是酒，这里面。这边有很多打折。全部都是酒，而且现在都在打折。你看那个黄线的，就是在打。这就是就减掉多少钱？南美的龙舌兰酒啊，南美的是吧？Tequila 对。哦，38。我不喝酒的人，所以完全不知道这些是什么酒。哦，我只知道这边的酒大家都说挺便宜的，特别是葡萄酒。这个杰克丹尼啊。杰克丹尼。这是国内酒吧经常的酒，你看这个多大？好大一瓶啊，才29。天哪 ，Tennessee 出的，你看 Tennessee 出的。这个应该有1000毫升吗？1000毫升，有，好大一瓶啊。嗯。这个应该酒精量很大吧？40%。哇，我靠！这么大的酒精量，喝几下就醉了，我感觉。哦，这都是酒了，反正。嗯。这还是酒。就是这样一堆在这里的，一堆一堆的。你可以看到啊。哇，这一排还是酒。伏特加。哦。巴卡。伏特加白兰地。白兰18块钱。哇，这个也太大了吧，这个酒。Oh my god。这是法国的伏特加。法国的是吧？法国伏特加。嗯，44块钱。1750毫升。哇，这个可以吃多久啊，这个。这个可以喝好久好久了。哎，这里又卖 Magrida。8块钱。哦，放到后面做个小房子。哦，这边还有个小房子可以卖，这个房子是放在后院的是吧？对，2600块。就如果你家里有个后院，你可以直接买一个这个小房子放在后面。这个多少钱？2599。哦，2600。2600。哦，还有个小窗户。其实你可以当做一个工具房，也可以当做你自己一个休息的房子啊。它应该这边是这个房间应该有十几平吧，好啦，这边呢是圣诞节期间的一些包装礼物跟食品啊，这些饼干啊什么的，你看这么一大盒9.79块，这些都是圣诞节的一些饼干小礼物，也是可以做圣诞礼物，19块钱。这还有很多饼干啊什么，9块钱，12块钱。好啦，我们今天的购物就结束了。
那我们下期再跟大家分享更多开市客的购物。好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